啊，媳妇儿真疼呗，真疼我。你看看这个短裤哈，15块九毛钱，给大家包邮，而且还有运费钱，他给我买回来了。你看我穿在身上效果怎么样？好看得很。15块九毛钱包邮，还有运费钱，我可亲家。你看他220斤，腿多粗，你还穿上？这个最大能穿到260斤哈、啊，我做了功课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它是包罗赛德罗的哈，它是一个大品牌的，只要15块9毛钱。这做工可精致了，你看人家这个，你还是这种防风绳，你看包括这种，它哪里都带这种小吊绳，包括你看人家里边的这个内衬都是可好的哈。你看最主要是这里边还带个防光条嘞。对，你平时夜跑的时候出去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哈。我反正就是我是非常喜欢穿短裤的，因为穿上短裤之后它夏天穿起来它就特别特别的舒服，下身线可以穿，厚一点穿舒服一点，但是短裤一定要穿，因为平时运动哪儿干嘛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，它是速干的哈、夏天好吸好干，而且不扎身。最主要的给大家说15块9毛钱，你算算哈，我给大家算一算哈，运费得3块5毛钱，再给加上运费钱再加1块钱嘛，4块5毛钱，这裤子也就相当于11块钱，这11块钱太划算了。对，就是你我感觉就是一个挖兜子的钱，然后买一个小短裤，真的非常合适哈。你媳妇真是太会买东西。主要你还你像夏天的时候，你跑个步啊，特别老公，你晚上一个跑啊，散个步啊，不，穿它。只要不是说那种很正式的工作，我觉得平时穿这个就是特别合适，我整个夏天都可以穿这个，特别合适。15块9毛钱还是平价的，真的很合适。你真的有需要的话，抓紧时间去买啊，真是太好了。他们就是那种属于现在是，限时秒杀的，然后就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该涨价了。赶快去抢。